玩特集時間2:25。咁啊，4月20日即系放假，即系可以话对我嚟讲好享受。系之后咗10:00走去西朗食早餐，因为嗰阵比较少人。因为今日即系翻学嘅啲人，但系我放假咧好少人。跟食完嘢之后，跟1:00去买饭，即系面试买饭，即系咁啱见到一班学生，即系嗰啲人就系呢个写剧嘅，即系彩排。即係4月24日就寫劇，即星期二。但係相反，星期一即係4月23日又係翻學喎。其實點解唔放埋星期一咧？但我就係知道星期一係好似冇體育堂，因為好似話咩啊？會上唔知咩課節。即係4月21日，即係聽日星期六咧，即係話之前我哋有個活動就去呢、這個唔知咩拍片，跟住話幫手宣傳。即係佢話聽日去天后站，但係其實我唔使去，因為我唔想去咯。即係原本呢個活動今日即係去，但係後屘即係咁又後屘人都。揀咗話自己要去，所以就可以唔使去。好似喂，好似5月，嗰啲4月30日定唔知幾耐咧？即係4月30日星期一嚟，好似係。跟然之後，即係五月七號，即係唔知6月20幾號就話，即係開始碌鈴嘅體育堂，即係嗰、那個即係去打碌鈴嗰個場地就喺屯門嘅美樂保齡球場，即係其實有知。佢喺邊嘅？佢喺美樂輕鐵站附近，即係屯門有個輕鐵站叫美樂噶嘛。即係六零對基本上可以話好容易、簡單。即係琴日話發生咗嘅經驗嘅事就係、是、當即係最尾地補課嚟測驗啦，即係測驗嗰時咁啱有條問題就喺測驗裏面出現過，咁放清我係影個相，於是我靜雞雞攞個手機出去出貓嘅，跟住突然間即係出完貓之後咧，突然間見到出邊有個老師喺度眼，即係出邊經過老師眼光咁望住我，即係佢望住我係起碼3秒左右，跟住然之後佢就走啦，即係實際上。佢好似望到我用手機，定係話佢望到用手機出貓？但係點解你望到我之後點解唔講嘅？但係教學方，如果佢話話講俾老師聽嘅話咧，應該佢都好嬲話應該零分處理。但係就係頭先佢面前慢慢撞到個地理老師之後，佢就冇乜嘢，即係意思係冇同佢講啊。但係又唔知佢望我到底做乜嘢啊？
即係好險就出貓俾人發現咗，不過最近老師發現咗，大佬話老師發現咗即係可以話驚。計我話，即係呢個 battlefield， 即係新嘅 battlefield， 好似話玩呢個二次大戰，即係都話就有機會四月幾、四五月幾推出，甚至係十月幾嘅，即係其實都玩得七七八八嘅，都玩得，即係其實實際上喺羣裏邊都有人話，都有人問到底會唔會再升，會唔會再調高個級數，即係話而家一百四十級，但會唔會一百五十級？其實佢哋就答。唔會，除非再推出 DLC， 否則真係唔會推出。所以話咧，唔會推出嘅話咧，即係 Battle 一升級嘅生涯已經完滿結束啦。即係話你已經唔使再打機嘅，依開始睇下啲新 game， 即係玩下新 game。以往都係深水埗買新 game。即係終於打完啦，最打一年半都，唔係應該兩年啦就嚟。我屌睇少少，夠冇又唔係打籃球高手，一定唔入嘅。即係喺我記得喺之前買飯嗰陣時候，應該係4月13、14號嗰次咧，出去波仔買飯，即係途經即係學校門口，即係咁啱有兩個人就問我到底呢個職業培訓學校喺邊度，跟住我就話喺呢間學校隔離，即係其實實際上隔離已經係呢個職業培訓學校，即係青年學院啦。即係點解咁都唔知道？即係因為嗰間學校遮住咗，佢睇唔到。佢係走嚟問我，因為好簡單，嗰條得我一個咧。即係話職業培訓學校，即係喺嗰度，個個即係好多人都喺職業培訓學校嗰度翻學嘅，即係嗰度培訓你嗰啲職業，即係你唔翻學，你退學諗住喺嗰度做嘢。